就不信还抢不过你了，确实是没抢过，可恶。呀，今天得出门哈，几点呢？行，大腰带，黑夜使者，我看一共有多少个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正好八个。可以，八个黑夜使者，咱别的也别要，啊、嗯。恶飞流失，落手主 C。哎呦，我操，全是他妈绿色的。整个就绿油油啊。哎呦，我全绿色的呀。啊，给的也都是绿的。向前骑行，但这把破败军团咱就不玩了，我都玩两把了，不玩啊、哦！黑夜使者放技能加盾，你应该能打过他吧？可以，暴击了。要个弓吧，啊，要个弓。这把这绿色的是真多呀。于是，我就成为了黑暗。我先给滑板鞋来个巨杀怎么样？一会儿的，反正现在俺们也应该不会输。我上个努努 ，Baby Bubble， 空城计，我们下件装备拿锁着甲，
啊，下家装备拿锁子甲。龙爪反甲。还跟我俩踩点儿呢，这这个锁着甲肯定没人要。不可能有人要。我们来一个锁子甲，滑板还升了，升了这样式的吧。吸血鬼、老母鸡、莫甘娜、瞎子、亚索、厄斐琉斯、皎月、神王、德莱厄斯，穿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个黑夜，里边不要吸血鬼。三个丧尸。哎，我有点要无敌了，我这丧尸，我这丧尸也行啊，我一看呢。先把小装备给丧尸打工，不是、啊、我有点想玩的丧尸了，你等一会儿，我正在想。于是我就成为了黑暗。先给努努装呗，没东西给呀，那不得要龙爪反甲吗？那现在一个也没有啊。哎呦啊，蛤蟆来了。关键现在你看着没，一个装备也没法给。我的肤色确实很苍白。但攻速肯定是给滑板鞋了，一会儿。先给滑板鞋一个攻速。然后这个女神之类的。这能合啥呀？先给你吧，女神之泪。那火蓝就二十两。
没有护甲魔抗吗？你们说要大剑要腰带，我感觉要腰带吧，腰带好一点，腰带给努努，腰带问你们也没用，你们啥也不懂，契约一千币，一点用没有。那你就别问，我就问，问我还侮辱你们，哼，我侮辱你。大家都加人们啊，也别生气，好吧？不带小心眼儿的。看看这把怎么整啊、哦、我这到底是丧尸啊还是走黑夜使者，这都其实都可以。我现在我丧尸我就配那个，我就配那铁甲加铁骑，得加重骑兵，铁甲重骑兵。他为什么都三星了呢？他这善人怎么三星呢？他四个丧尸了，我操！他瑞兹都有了，玩个屁呀！我要个锁子甲，我不玩丧尸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丧尸了。我们这把就铁那什么吧，黑夜使者吧。嗯，黑夜嘛，有同行，确实，我们黑夜使者。火蓝的技能是真废呀，我发现持续掉血，不是及时伤害。哎呦，哈子丧尸都撇了，哪里需要我呢？ I'm here， 在这里。莫干辣感觉得要个春哥。小恶魔好玩吗？小恶魔是纯是弟弟，小恶魔，小恶魔可是太弟弟了。小恶魔属地中地，
哎，赛恩有这款皮肤吗？绿色的。我记得那款好像不是绿色的。哈着什么装备？天雷破啊。对，那个是伐木工。什么典藏那个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还给铲着呢。铲着能喝啥呀？刺客不行，神盾，圣光这都没用啊。紫炎之力可以，给我再来个睿智，我整个三星赛恩出来，给我们来个睿智，我给个魔抗，哇，这大头什么玩意儿了啊？我靠，这人眼剑这么猛！哎，复生亡魂是小菊那个吧？是不是啊？复生亡魂，为啥感觉别人的都比你猛？你拉倒吧！我第二名，你跟我说别人都比我猛，那他们怎么第三名以下呢？别人怎么都比我猛呢？有没有人能告诉我那个黑暗龙牙的效果是什么？ debuff 效果是什么？怎么感觉比平时脆了呢？每次魔法伤害不超过100，减少15%即将来到魔法伤害，原龙牙为50%，免疫额外暴击伤害，包括技能辅助。那不知道到底哪个狠呢？无所谓了，其实都一样。我现在钱其实我花不花都一样，我花不也就生，放那儿也就放那儿，瞅着好看呗。这家伙是龙魂吗？啊，不是，啊，是龙，是龙，他是龙，他是龙蛋，他的无敌耳都升到3了，不过没用啊，我马上就无敌，给我来个落手，漂亮！兄弟们，懂我意思不？
这拿点啥呢？这，这只剩魔杠子了，拿个魔杠吧。给个4块钱的宝石，对对对。魔女团的耳目无处不在。生就得了，上只猪，上只老母鸡。没有厄斐琉斯，厄斐琉斯4费卡啊，好弄。我操，这是啥呀？刚才谁的技能啊？皎月的 R， 哦，皎月的 R， 这还有同行啊！哎呀，真难呐！小匕首啊！向前骑行。我先上个瑞兹。天使有了，老母驹撇一张，我缺一张洛手，俺们这是三星赛恩没有人家的厉害，我发现。我要天使没有用啊，配不上套啊。撇手吧，这边给个锁子甲，锁子甲发腰带没用啊，来个锁子甲鸡哥，鸡哥给了点钱儿，有个屁用的，莫干了。那得玩啥啥没有呢？游戏特色呗。我记得我不玩那破败的时候全是那个，不是玩破败的时候全是那个皎月啥的，一不玩啥也没有，简直了，简直是啥也没有啊，啥都没有。我要记了，啊！我又啥也没有，我这厄斐琉斯呢，他也没有。于是，我就成为了黑暗。我操了，铁甲卫士。把他们也算上。这莫干了，我不想要了。我不想追杀，没有用。没有落手啊。我都想转丧尸了。能转不？不能转，那弩弩没有，没有弩弩，弩弩一个。不行啊，这哪能行？
哎呦！再不地没了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，兄弟？符文决定了我。这不在地呢吗？这不地那洛克萨斯之手呢吗？差一个，就差一个洛克萨斯之手。我们这个样子啊，我们先用盖伦来代替洛手啊，我们先代替一下。厄斐琉斯，我给上点装备。落手有没有？我也不知道拿啥，我随便拿吧。我也不知道拿些什么东西，我拿个龙刀吧，我看看行不行。有盖伦递不出落手，能。我递过，我有过两个都搁一块儿的，我递过。别在那瞎说，我递出来过，可以出。魔女团的耳目无处不在。我这是八音口，快点他妈给我来点四费，我操了！向前齐心，哪里需要我？无数次。反甲呢？上装备啊，快！拿下！哎呀，这还不拿下？我看看，这个圣杯有底 buff， 什么底 buff？什么底 buff？ 说呀，什么底 buff？ 底 buff 不说什么底 buff， 你光说底 buff。女王你好，女王，女王，你三星了，我给你来点装备吧。我是你的女王。哇，女王。给我充女王，旁边的加法强，那就在旁边呗。有二星落手没有？或者是皎月，这都可以。我相信未来是属于全人类的。差一个洛克萨斯之手，小侄，劈出来呀！哎呦我操，漂亮！不好意思，不掉血。I'm sorry, no 掉血。
无敌了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无敌了，啊，无敌了，记，通通拿下，谁也别给我退啊！今天谁要敢退，啊，肯定是不好使，谁也别退。皎月来一张，皎月，啊，来一张皎月。给一个皎月，别的咱不说了，嗯，来一个皎月，快点的，全给我往后扫一扫，这都，啊，这都往后扫一扫。这落手大招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像劈人劈是捡的什么？捡护甲。我就成为了黑暗。哼，我决定来个救赎。关键我不知道这个金铲铲能合什么东西，所以我就没拿那金铲。给个皎月，拿下，哼，拿下，我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，拿下。说拿下就拿下。完美，完美，只能是完美。不掉血，你看不掉血。没了，还剩一个啊，还剩最后一个，这小伙子，嗯，让我看看，就这样吧。嗯，嗯，我要结束了啊，我要结束了，我要停止了啊！我要停止了，没有用，记，记，直接记，我停止了啊！停止了，左边我跟你说啊，左边已经拿下了，三二一，停，停了。